比赛的结果是不是很可惜？确实这个结果比较遗憾嘛，因为我们这个今天是主场，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对手周中也打了这个欧联杯，所以体能可能没有我们充沛，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想希望这个赢下这场比赛，然后在积分榜上再往上再走一走。刚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掰平那个比赛，是不是也很可惜？我觉得这个上半场因为双方打得比较焦灼，然后到了下半场，我觉得我们把这个整个的局面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，然后过程也非常好。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就是我们非常遗憾，有把在掌控比赛的这个下半场的这么长时间里，就是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，能够去攻破这个球门吧。